大家好，我是魏军，我回来啦。这么久没更新视频，我到底死哪去了呢？其实之前我忙着工作，再加上我有另外兼职一些工作，导致太忙没有时间更新剪辑视频。之后可能太累了，突然大病一场，一个月都在休养中。期间也赶紧把日本的旅游视频剪辑完，快要年尾了，台湾视频都还没有剪辑啊。朋友也都在催更了，就这样啦，拜拜。真可怕，干嘛？看到陌生的镜头，害怕了。